今年咱宜兰市的大湖春联哈，咱摕到曾水源老师奖啊的作品，啊嘛经过伊啊这个厝内底的同意哈，咱来制作到啊这个大张的啊这个平安顺心，甲扭转乾坤的啊这个春联的啊这个可以张贴，啊这个部分因为啊。咱每年拢会伫咱的古城内底，找到咱的遮的百工技艺老师哈，啊，请因会当提供因的作品，互咱来做春联啊，即款啊上好的即款结合，啊，用因的画作啊来结合咱过年的喜气，啊来做上好的即款啊这个春联的制作，啊，咱会当看到讲啊曾水源老师。在咱原来真济咱遮的庙宇啊，不管是咱的门神，还是讲真济庙内底一款画作的作品，拢是出在伊的手头。所以啊，伊虽然啊，这个啊，即马无法度继续啊，过来创作，但是啊，伊一款好的啊，这个精神啊，好的一款艺术啊，咱嘛要来甲做一个上好甲春节啊，这款的结合。所以啊，咱才会发现这个。啊，这也嘛特别啊，就请到咱的赖清德副总统来给咱提名啊，做春联这款的结合。所以啊，有这个副总统的加持，佮咱古城啊，这个啊百工技艺老师这款文化的传承，这款春联是特别有意义哈。啊，这咱限量来发行，有需要的民众会当啊来遮多多给咱索取。平安顺心过新年。扭转乾坤迎好年，赞！